上视频我们完成了系列任务悲剧的开端，这个视频我们来解锁古星结合点。古星结合点有两个结合点任务，第一个任务要我们完成系列任务悲剧的开端，第二个要我们收集250份红化结晶。悲剧的开端我们上个视频已经完成了，红化结晶的话可以去地球上的任意节点获得。完成这两个结合点任务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挑战结合点的守护者。进行结合点的守护者是 Loki 妹，使用近战武器的阵地中击，很轻松的解决掉他。任务完成后，我们会获得孵化器能量核心、虚空遗物模组、古迹 MC 遗物和重击巨锤蓝图。钢铁凤凰 mod 系列任务青玉之心也可以进行了，还有帕尔树过扫描器系列任务区域也可以解锁了。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翅膀了。